神仙眷侣玄彬孙艺珍自从宣布结婚之后，不管是婚礼还是去美国度蜜月，都是粉丝关注的最大焦点。不过婚后的艺珍姐姐却是略显低调。19日她睽违两个月终于在 IG 更新近况，上传和友人聚会照出卖老公的太平洋间。29日更是直接把老公视角给晒出来，不过却也引发网友狂猜她是不是有喜了。她先是向大家问好，发文写下大家最近过得好吗，请大家好好享用美味的午餐，度过幸福的周末吧。而配文的是一组她穿着仙女长裙的美照，也就是这组照片被眼尖的网友发现，她坐下时右手旁的小腹疑似有隆起现象，站起来遛着爱犬时微微凸起的肚子更是明显，疑似已经怀孕。贴文一曝光，粉丝全都跑来留言问姐姐是怀孕了吗，肚子跑出来了呢，恭喜恭喜，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孙艺珍和玄彬方面都还没正面回应此事，大家先缓缓啊。